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、啊、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？对呀、啊、想想你想想。我想什么？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？啊，你们知道啊？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。赶紧闻呐、啊！还闻呐？钱叔叔，哇，秀，上！闻出来没？快说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没闻出来。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这两天鼻炎，我鼻子不透气儿，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，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儿呗？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？我钱顺芳，我现在我想捏死你！我不是你，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？等会儿，妈，哎，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？对呀、啊，你咋知道的呢？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？哎呀！你这不是又好了吗？这鼻子，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，鼻子透气儿了。你，哎呀，那我说你现在刺激呀、啊！上吧，行了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这个装过蒜。我这是我的，你得拿好啊！这是那20000的，这是你的20000的呀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可拿好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大秦今天对不起了 啊！下回可不能啊！对你们这么信任，把东西放在你们家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，是是倒倒，造成误会多不好啊！啊，对不起，行了，就是在亲戚，我也不生气啊，对不起啊，对，过来，哎，来次再见。是我的事儿，这什么账啊？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！哎呀，大哥，这不是我这是假的呀？这是个假的，我知道，真的假的一样卖，没事。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？对呀，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？20000买的呀。嘘，怎么的了？谁拿20000买他？脑子不大吗？哎呦我去！啊。你那也是假的呀？那你卖给人家，要，不是50吗？我给你60，你拉倒吧，我拎不起。那这600，你再添点吧。6000，没事，鹏，给6000了，卖不卖啊？爸，你拿主意，卖还是不卖？范叔，你还给我？你别动手，我卖你。哎呀，不是这钱，这砸它干啥呀？这挺好的玩意儿。砸它干啥？省得你拿出去骗钱。那个碎了，这个也碎了，消费者就平安了，这就叫岁岁平安。你说沾不上，你说这拿着钱了，你咋给人混？哎呀，你家人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说我咋整啊？咋整啊？来世再见。